肥安登蓝，斯朗三日定去留。安察洛提星期三现身巴拿比路球场，正式执教皇马啦。斯丹就会做助教。To help the team to win the important trophies for the next season。球迷就梗系拍烂手掌啦，咪开心得咁早住。事关有报道就话，斯朗会喺三日之内同曼联倾转会，其实系有晒先兆噶啦。皇马主席佩雷斯想以高薪利诱，但系俾斯朗否认。睇嚟佢都系对银河蓝队心死，想回归奥脱福噶啦。卡卡又点呢？吓，话晒都系肥安以前嘅外将，应该可以由雪柜行翻出嚟啦。我其实系个好人，我都有同情心。你哋估我唔到噶啦，快啲食嘢。点解又会咁嘅？因为卡卡唔系行入皇马正选，而系翻去意大利嘅 AC 米兰。事关肥安相中咗艾沙拉维，并且考虑将卡卡列入交易，另加2.5亿港币，可以翻去成名地。难怪有报道话呢一名31岁嘅巴西中场对呢个计划好满意咯。